三、二、一，点火！点火！起飞，机龄150三拐分两三秒191毫秒，150三拐分两三秒191。走吧，阵地315分钟正常，正常，遥测向正常，文昌飞行正常，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向正常，文昌飞行正常，阵地112跟踪正常。助力器分离，阵地112跟踪正常，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向正常，抛整流罩，一级关机，参见分离。根据长征五号 B 遥视运载火箭飞行数据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，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，工况正常。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。